稍等，一下雨喽。晚上好，叔叔阿姨们。睡着了，已经睡着了，睡不着。有点冷，不是很冷，不是很冷。错了，错了，很不好。谢谢点赞，谢谢点赞。直播间不能说这些，叔叔阿姨姐们，直播间不能说这些情况。多穿一点衣服，好的好的，我会多穿一点衣服的。谢谢送的点亮，谢谢。担心，所以呢，我就给你们开直播了。不严重，不严重。老板去了吗？没有，没有。你们听得到我说话吗？晚上好，新年快乐哦，新年快乐！每天就要过年了，你们。大家不要担心，都挺好的。听得到是吧？因为病房里面还有别人在这里睡觉。啊，你们，对，每天大年三十，老板这两天忙什么？应该忙工作吧，忙工作吧。晚上好，晚上好，新年快乐！来，我们把新年快乐打在公屏上。我不在西昌，我在攀枝花医院，因为攀枝花医院比较好，所以我在攀枝花医院。新年快乐！谢谢你们的关心，谢谢，新年快乐！我在这里祝你们新年快乐，没办法了，我也想回老板那里过年呀，真的非常想，但是呢，没办法，真的没办法。我爸他说订不到票，订不到票回不来。他今天都哭了，他今天开视频都哭了，我都好担心我爸。谢谢点赞，谢谢谢谢。晚上好，新年快乐。对对，那个胆结石。谢谢点赞，谢谢。我爸五十多了。没事没事，你们不要担心，没事。
照顾好自己。可以的，我会照顾好自己的，帅哥你们，我会照顾好自己。小猫没有回来，他都不接我电话，我都不知道他在哪里。因为医院不能有太多人，只能留一个，只能留一个陪的，知道吗？今天都吓死了呢。今天去进那个手术室的时候，我都吓到了，知道吗？都吓哭了。现在好了。这样多好了，来，我们打一波正能量，我们打一波正能量。我姑姑她不能留宿，不能留宿，因为她还带了小孩。对，我怕你们担心，所以呢，我给你们直播的。来，我们4000个人八字点点赞赞，这里还有别人，还有一个小哥哥，还有一个小哥哥陪他的爸爸。你看小哥哥，我们两个就只能坐到板凳上睡觉。只能坐到凳子上面。我眼睛2天3天没睡觉了，都肿了。我应该3天还是4天没睡觉了，就偶尔眯一会儿。来，我们在公屏上打一波正能量，帅哥姐们。要照顾呀，需要照顾，晚上经常痛嘛。那我们带一个正能量。你们听得到我说话吗？孩子辛苦了，不辛苦，只要身体好。不辛苦，对，做完手术就好了。我怕老板忙，所以呢，我没有打电话。我怕他忙。听得到就好，听得到就好，因为我不能很大声。有人在休息，我怕吵到休息。现在这个情况，我过几天再看吧。我也想回乐山呀。谢谢送的点亮，谢谢，在这里给你们拜年，新年快乐。我希望叔叔阿姨们能理解啊。其实我也很想回乐山，但是呢，现在这个情况，说实话，只有我能帮得到忙，知道吗？谢谢梅竹客家送的。辛苦了，不辛苦，还是叔叔阿姨辛苦了，你们一直都在担心，让你们担心了，没事，新年快乐，对。谢谢送的5星，谢谢，爱你们。这就好嘛，你要保护好身体。好的，谢谢送的5星，谢谢谢谢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医院费交了多少？医院费交了5000多。
辛苦，谢谢梅州客家，谢谢送的礼物，谢谢李大姐送的游戏票，谢谢依姐姐送的票，谢谢加入粉丝团，谢谢叔帅哥姐们，谢谢。手术。谢谢幸福美美送的小兔兔。